市的最新脉动，开启 YouTube 频道，按下订阅，并开启通知的小铃铛，更多最新消息都在理财周刊的 YouTube 频道哦。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我是陈连健。俗话说啊，机会跟危机只在一念之间，就看你是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啊来看待。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你想想看啊，随着一个中美的一个贸易大战啊，在上礼拜五7月6号正式开打，使得一个台股的一个指数啊，在上礼拜五的一个时候再探10523点的低点，这个时候，哇，市场上一片的恐慌，一片的一个悲观啊，很多人呢、都告诉你说啊，哇，台股毁了，台股崩了，台股还要再跌的一个时候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啊，你可以看到，当大家害怕不敢买，大家在恐慌担心的一个时候啊，在上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带着我们的一个这样，我们的一个会员，开始全力出击，开始怎么样，全力做多上来。在上礼拜五的时候11点10分，带着小威力的一个会员啊，全力出击做多上来啊，结果你可以看到到今天为止啊，到今天为止啊，不过才短短三天的一个时间啊，短短三天的一个时间啊，反弹上涨啊高达253点。为什么当时候我们敢？因为我们知道行情总在恐慌跟悲观的一个这样以及绝望的一个时候诞生嘛。所以当大家市场害怕担心呢害怕的一个时候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啊，只要你懂得做把握的话，从上礼拜五到今天一眨眼的一个时间，200多点的一个大行情就是你的。也恭喜我们全国所有会员朋友以及怎样 9end 的一个粉丝好友跟什么跟所有电视观众的你啊，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啊。如果说啊，在过去这一段的一个这么难得的一个好机会你错过了，或是没有能够跟上的话，那么随着一个指数的一个反弹上来，展望后市的一个行情又要怎么样来做掌握呢？特别是在美中的一个怎样贸易的一个大战的一个纷争未平啊，那么整个的一个这样整个的一个台股的一个行情啊，后市啊，仍然啊易受到的一个川普啊的一个放话的一个干扰，那么后市的一个行情到底会怎么走？为什么老师认为这将是你人生财务重分配、发大财的一个好机会？那么由于啊，在节目的一个时间关系啊，短短几分钟啊，并不可能说一下子很完整跟大家来做说明啊，所以老师特别在这个礼拜五啊，这个礼拜五我们在台北晚上7点钟在台北。有一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讲座，老师会针对整个的一个美中贸易的一个情况，短线的一个机会，中长期的发展，中长期的一个机会以及情境的一个分析，老师帮你做完整的一个沙盘的一个推演。如果说你想比别人早一步掌握到整体台股行情的脉动，来这个礼拜五的一个怎样晚上7点钟这一场台北的一个讲座，你就务必要来。特别是在这一场讲座里面，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啊，第三季第一强的一个标股，让你可以跟大户同行啊。就像啊，在这一段的一个时间里面啊，你会发现到啊，虽然大盘指数啊，从11261点下杀拉回来到进去的低点10523点，足足回档高达700多点。但是只要你懂得做把握，只要你懂得跟上我们的一个脚步，选对的产业，买对的一个股票，你可以看到在这一路以来啊，就算大盘指数的一个拉回，你根本都不会受到影响，不仅不会受到影响，甚至在这一段的一个这一段我们跟大家所怎么样分享的一个个股里面，一档接着一档都让你能够一路的一个开心大赚，不是吗？从被动元件的一个国巨，然后再到矽晶圆的一个嘉晶，你可以看到从三字头一路的一个这样大涨来到9字头，光是这样一段的一个时间，足足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价差足足达到多少？1.4倍。继嘉晶之后，紧接着老师跟他分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威盛，
每天在 LINE 上也跟大家说到威盛，威盛胜胜利在望，你可以看到这一档股票，我们虽然没有买在最低点，但是从35块，然后一波大涨上来，来到55块，全数开心获利换口袋之后，你看这一波的一个价差足足也达到多少？57%。老师价差都还中间的一个短线价差都没跟你赚，你光是一个波段的一个价差足足达到57%，57%是多少？100万就已经怎么样？57万。这就是我们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股票，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包括的一个圆周五日的一个顶圆也是一样。你可以看到啊，从啊6月15号17块半，我们带着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全力锁定之后，老师在 LINE 上也事先公开跟大家做分享，结果你可以看到5天连飙三根的一个涨停板之后，然后呢在上礼拜再创 26.3 元的一个破断新高，这样一段上来也将近有多少？将近有50%的价差，低档买，高档开心赚，加码单开心获利，怎么样？获利换口袋，甚至包括的一个让雷神索尔的一个让这个雷克也是一样，都是在低档的时候，我们带会员朋友买进的时候，你会发现老师很大方不吝啬，就直接跟大家做分享，从40块9，你可以看到老师在那的上，老师很大方跟你做分享，结果这一波大涨来到多少？56块2，我们全数开心获利换口袋。你可以看到光是这样的一个时间，9天三更的一个涨停板，价差也足足达到多少？足足达到37%。相信我们的一个操作大家都有目共睹啊，为什么我们所锁定的一个股票，我们所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股票能够表现的一个这么强，能够表现的这么猛？因为我们掌握到一个整个的一个产业啊，以及公司营运的一个这样营运的一个这样营运的一个大利基啊，等等股票都讲在前甚至包括最近的一个海底捞也是一样最近的一个台盛科也是一样你可以看到台盛科从117一波大涨上来，为什么在高档的时候156，6月13号我们要怎么样获利，把获利给它放进口袋里，加码单要把获利给它放进口袋里，基本单117持续抱着就是不用卖，然后呢拉回来当大家在恐慌害怕的时候，为什么在7月4号128到130，7月6号125到129的一个时候我们要再度买回？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要是你是从买在高档你没有出的话，那么一路的一个涨，一路的一个拉回来，就算最近反弹你也只是在等解套而已嘛，不是吗？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操作，高档开心获利换口袋，这样一趟的一个价差足足将近50%，然后拉回来低档再把它买回来，买回来的一个时候，这样一波的一个连续3天的一个反弹上来，又可以再赚一趟的一个价差。这样一趟你不要小看这样一趟一趟一张的一个价差足足，如果从128算就好，足足一张都已经20几块了，再丢到28万。这就是我们帮会员朋友带会员朋友的一个操作，帮会员朋友所做的一个这样赚钱的一个规划。当然今天的一个台盛科反弹上来，今天反弹来到的一个月线的一个让月线的一个之上那本利比再度的一个拉高到 21.4倍当然今天再上来明天除息嘛不是叫大家去做最高。但是整个的一个细晶圆供需的一个咱供不应求的一个产业的一个状态没有改变，老师也跟大家说过了。那么未来如果有再拉回再打一只脚的一个时候，我告诉大家这又将是一个非常很棒的一个好机会。那么这么样的一个好机会你要怎么样来做掌握想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那么礼拜五的一个这场的一个讲座你就不要再错过，包括的一个海底捞也是一样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在7月6号的一个时候28到28块半我们要再度的一个出手，7月5号下杀跌破的一个月线，但是7月6号马上怎么样开高站上的一个这样月线跟十日线之上，它告诉我们什么？短线要攻击了嘛，短线要涨了嘛，既然短线要涨不啰嗦就是怎样赶紧怎么样赶紧买进我相信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大家都有目共睹为什么要买？我相信理由原因我都跟他讲得很清楚了，他有富爸爸合作跟研华的一个富爸爸的一个加持，又搭上了一个 5G 跟物联网的一个题材，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为什么只要被我们一锁定之后马上就能够的一个狂飙大涨上来，虽然短短这样3天的一个时间，但是你可以看到短短3天的一个时间价差就足足达到多少？18.2%，达到18%，一个月有多少？
一个月有22天，三七21啊，你可以看到光是三天的一个时间价差就已经足足达到多少，达到 18.2%。 但是你如果时间把它拉长一个月，甚至半年，三个月，甚至一年，你想想看，你只要掌握到对的股票，对的一个时机的话，你今天你的一个财富要翻倍翻倍再翻倍，就不再是什么，不再是梦想。那么今天我们呢、开心获利换口袋之后，除了老师跟大家所讲到的一个齐天大圣的一个鸿鹄齐天、达摩的一个祖师爷，以及亚历山大这三档的一个股票，包括万中选一这些的股票，为什么最近表现这么的一个强？还有海底捞这档的一个股票，我们开心获利换口袋之后，老师再顺势转进到一档旭日东升的一个股票，这一档的一个股票非常的棒。你看看嘉金怎么涨的，怎么样从三字头涨到九字头，我们不要说啊，这一档的一个股票目前也在三字头四字头附近啊，不要多，只要涨一倍就好。那么我问你，你要不要把握啊？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如果说你想把握的话，来这一场的一个讲座老师独家分享、第三季啊，第一场的标股，让你可以跟怎么样，跟大户同行、那不过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先成为我们的一个标股新天地 9end 的一个家族、你赶快把我的 end 把它记下来 end GOLD99 你把它记下来之后，然后在线上直接登记报名、你说我要参加陈学进陈老师的礼拜五的一个投资者一个讲座，那么第三季第一强的标股，让你可以跟大户同行，这一档的一个股票老师领先市场，让你知道独家第一手的分享，机会难得，赶紧来做一个把握。如果说你不晓得怎么样来做加入也没有关系，你就直接拨打这个电话23219933 23219933，跟我们线上理专人员来做一个怎样洽询的一个动作齁。那么因为今天晚上那么到明天可能玛利亚的一个台风来袭齁。那这一次的一个强台来袭齁，那风雨齁在大台北的一个地区齁，那中部以北地区风雨蛮大的齁。那么各位出门在外齁，那务必要真的要注意自身的一个安全齁。那么最后祝大家天天开心赚大钱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